上午10点钟，前副总统走进了圆山忠烈祠，代表总统主持了习主席国殇大典。他首先上香献花献酒，他首先上香献香献酒。行政院蒋院长、参谋总长赖明昌上将和三军总司令等政府首长都到场镇静。休息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前往致祭的中苏人士都以慎终追远的心情表示了他们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思怀。严副总统并且代表总统恳切地慰问了先烈遗族。省沿各界秋季国殇大典今天上午9点钟在台中市忠烈祠举行，由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明主席，各界首长陪祭，台中市各工商团体代表500多人预祭。典礼中，谢东明主席分别向光明革命烈士灵位上香献花，并领导全体行礼致敬。今天上午10点半钟，台北市长张丰绪代表台北市各界向革命先烈致祭。他首先上香献花，然后行3鞠躬礼，他并且赠送慰问品给台北市各区的先烈遗族，在香烟缭绕中，在恭敬的仪式之下，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对烈士遗族们的关怀。